今日吃多安尼有听到无吼？大家好，辛苦辛苦。咱就是爱找一条台湾人家己的活路，安尼拢你我拢有这个时候的现代书名，安尼好唔好？哇！我们拍手鼓励自己。好了，讲下去我就不讲闽南话了。阿伯安怎？今晚古今皆带应该你们把英文挂来嘞，难怒啦。好，所以咱本土台湾人是足根真济的这个台湾人，无论是高山族，高山族有14种语言，但是有43的方言。方言阿伯侬讲？啊，方言，哎、是家己爸母的话啦，所以今仔日真好的机会，本来是我2点外的时间摆设，因为我是教会的牧师。早起有迄、那个，遐滴有一个姊妹破病，直到中昼时处理好，所以安尼挂袂赴，家在有王州长安尼替代，真多谢伊。那今仔日实际上，咱我伫台湾。我们活在现在的台湾是非常悲惨，其实有人讲是悲哀，实际上无遐尼消极啦，无遐尼悲哀。除非你游玩外地流亡政府来对，除非你还活在流亡政府的体制下，你才会悲哀到孤孤单单。哇，凄惨凄惨哦！家在有咱的台湾民政府，因为你我的参与，拢是啊背的，这个是在背台湾的十字架。十字架有两种意义，一种。头一个十字架的意义是，迄个是基督教的教会，迄个是牺牲耶稣基督的牺牲。但是咱的平常台湾的十字架是十字路口，十字路口。这个十字路口到底是从右边呢，还是左边呢，还是头前呢，还是后边，拢唔知。所以台湾民政府是清清楚楚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哇，加在你有参与，所以今仔日，非常高兴我们有这样的机会，实在是你甲我诶参与是台湾人诶祝福，是台湾人诶福气，嘛是你我。隆重奔土台湾人的福气，但是福气是福气哦。福气在遐，你无我去夹去对，也算你们要教我闽南语哦。你们不教我的话，我就用高沙族的话了。老不要紧，那不要紧哦。不然的话，我要继续唱歌了呢。好啊，阿弥是胖茶来，有胖茶来，哦，阿弥吼呀吼呀嘿呀嘿，好了好了。
因为这个时候不是教音乐了哈，提神，好，好，今仔日我们现在活在现代的台湾人呢，至少有五种，五种不同款的台湾人，五种。好，一个是说我是台湾人，以第一种的人类是说我是台湾人。那台湾人阿边喏，每当插政治，不能管，这个跟我政治无关系，扛起那的手。然后政治太黑暗了，所以有人讲说啊，哦，恁去，这不是我的代志，迄，那个是因兜的代志哦。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就是台湾人吗？这就是台湾人啊？无，头一第二个是我是台湾人，我的政府是中华民国，哇，非常的大胆 ，Republic of China， 哇，迄，那个是新阿金，瓦卡鲁勒斯卡新阿金，哇，那这样的，哎，这个政府是我的父母亲是养育我的，我们怎么可以推翻他呢？哦，安尼不用的啦。所以虽然他说中华民国是我的政府，但是他也是有那个观念，小小的观念，小小的一个观念，说我也是本土台湾人，我住在这，我在这，教育在这，我的孩子也在这，父母祖先也在这，哇，好听个。好，我们看看第三种，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哇，这个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们的祖先从大陆来的，这个是他们讲的，我套用这个，所以我用挂符是最凶。咱的台湾民政府袂当讲这个两字，不过是套用了。那既然是从中国那边来的，你看我是福建省啊，我是广东的，你的祖籍在哪里啊？有无？在细汉囡仔时。高中还是大学时，你的祖籍在哪里？我在遐哦，所以咱拢是嘛是对遐来的，吼吼吼，对遐来的，真好听。好，那有的说，哎，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不必去怕别的国家，大中国将来呢？怎么会有前面的系列？丢人哦！我是外行的，还是要专业的。哦，很简单呐、啊。哦，这样啊，去不对啦，不对房间啦。好，那我们就说，哎，怎么会要分裂呢？既然是两岸都是中国人，而且将来会超越美国，哇，那个就是一个大中国主义的想法。那第四呢，我是台湾人，有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可以靠选举，这样选举的时候，哇，都本土台湾人在那里，哇，那么多人，这样
加油，台湾人，阿你加油来拍倒国民党，好不好？好，有人讲喊你好唔好？好，哇，好听噶。其实我们在座，我前几年嘛是赶快，好啊，我嘛是安尼，好啊，恁哦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有啊，哦，安尼拍摄噶，好，不要紧。那像这样的情况呢，这个就是平常不是有一个党的那种党纲，不是有这样写吗？来，对五下，我是台湾人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所以像这样常常都会念在口中。你既然主权独立国家，为什么没有办法进入联合国呢？是怎样？对，问题是咱的台湾人嘛是到美国底下加入联合国。哇，我们长老教会也是，我也曾经参加过一次。哇，加入联合国，那我们高沙族那边跳舞，哎呦嘿呦嘿呦嘿，结果就跟那个建筑在那边跳舞个，建什么？建筑建筑，哎，建筑物，哦，还在那边进入联合国，加入联合国，结果那个建筑底下有钉到无？有没有钉到？没跟你掺，没有办法，因为建筑怎么会跟你定到呢？你已经也不对劲了，所以阿扁啊，六拜七拜嘛是台湾进入联合国，结果都没有效。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，那既然他们说我们可以靠台湾人的力量，用民主选举来赢回政权，用公投来赢人民的心。啊，哎，好唔好？结果大家好啊！哎，高沙族啊，只要选举的时候啊，痛噶，欢喜噶，头前的门迈开。个后边个门嘛是卖乖，卖乖，不要关，后面的门不要关。结果过几天，我们特别是我们胎儿组，哇，第二、第三天，整片水沟啊，都是猪毛，不是哦，猪毛。不是要拔猪毛，那个猪毛是因为杀过猪了嘛，杀过猪了，吃掉了嘛，所以整个水沟都是猪毛，所以他们选举的时候很高兴，有领子，有加菜，那这样结果领归领，领归领啊，到最后呢？那他们自己的，我们自己高沙族的生活，嘛是共款，无改变。所以像平地街上的那么多次在那边换新，结果我们两三年，高沙族的那个山路啊都没有去更换，只有县长或是立法委员要选举的时候。那一条路才会翻新，但是在都市不同的，台北市还是桃园市，还是在台中市、台南、高雄也是同样，不到几个月，那条路也是在那边更新，都换来换去，有人说，如果没工程，就没钱好领，对不对？没有工程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一定要有工程，
那个几趴呢就放在口袋，就是这样，这样的生活。所以有一个最老的民进党，他讲说：“你去死好啊，死路一条。”没话讲，没办法，黑莫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机会，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，既然要赢回这个政权呢，实际上大家都心里有数，那我们应该还有第六种的人类，第六种的奔透台湾人，就是我们只要你我们没有加入民政府的话，就看不到这个第六种，然后参悟参加我们台湾民政府，你在后是怎样挂壶台湾政府还有台湾民政府，这个台湾人可以走一条弯路，我们要有这样的信仰信心。我们看看这以上五种人民的类型呢，都是必须定熊熊跟我们说，拢是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底下框框内底，所以惊唔着房间啦。只要走回来就可以了嘛。但是我们高沙族，以前高沙族的房间好大呢，爸爸妈妈、孩子还有一大堆住在那边，所以。我们不能讲说怕不到房间，不一样哦，你的观念跟我们高沙族的观念，我们用说怕不到山路啦、我们去山上呢，整个哇，像环保团体常常会念我们高沙族，因为来对，假如你太环保的话，请原谅哈。原住民高沙族生活形态就是要抓这个动物嘛，我昨天我弟弟抓了那个山枪啊，被我们吃掉了，我都就习惯了高沙族的文化嘛，但是不能卖，只要我们自己，你看我们在座的高沙族哪一个没有吃过飞鼠，哪一个没有吃过动物的，有没有阿鲁的斯卡好路的秀，哇，いいですね。连那个飞鼠里面的肠都可以生吃呢。哎呦，不可怕。来到平地是有虫，在底山顶无虫，因为山上是非常干净的。飞鼠呢，它吃叶。他不吃不随便吃的，所以他吃叶了嫩叶，所以他的肠我们去吃的也是干净，你去看看，但不变强了。好，那像这样的状况呢，其实真正让我们台湾民政府透过国际法、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，给我们看见法源的宝贵。你看，一个中华民国来到这个地方，无论是1942年、1912年开始中华民国成立，是在中国成立呢，在中国底下成立中华民国。那时候台湾是属下人，对吧？不是像日本政府哦，是日本大帝国，就是天皇天皇一个日本天皇。所以那时候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，也不基于台湾这个领土啊，也不是他的领土。那1929年。
中华民国他们国民大会宣布开始开会成立的时候，也没有纳入台湾这个名字啊。中华民国的宪法，宪法您看能不能找出台湾这个字？无，阿外无奈，没有。那像这样的事情，奇怪了，奇怪了。他们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跑到这个地方变成主人，战争法的一个规定，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。简单来讲，我们看看，假如我逃亡到我们这位弟兄啊，我逃亡到啊，救命哦，哇、啊，我本身拢无，然后家庭真善业，哎、啊，都很穷困，然后我就跑到我这个先生老板啊，救起来，让我受你的委托来管理你的土地。这样好不好？老板说，哦，这样可怜，好，给你依托，给你委托，好，管理我的土地。管理到四十年、五十年了后，我变成老大了，我变成老大，把原来所有权杖的真正的老板放在边。这就是中华民国了，害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真的要看清楚中华民国的真面目，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生命上更有意义。其实我们来到台湾民政府，也是凭大家的信心跟爱心，落实我们所得到的，从这昨天一直到明天所得到的内容，继续加强，三天无够额，所以继续，这个也是对咱的台湾民政府的信心。就像圣经有这么一段，上帝啊，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，求你让我看到你的慈爱，将你的救恩赐予我，你赐平安给伊的百姓，伊的性命唔通阁转到愚公的所在。那这个愚公呢，就是这个流亡政府的愚公、哎、我们要弄清楚。那慈爱、诚实、公义、和平、杀地民，这就是公义。但这个是圣经的话，实际上真正让我们看见我们都在背台湾的十字架，不是指禁欲，也不是指无辜的受苦，而是在说，假若你跟从我，你就会有跟我同样的命运。什么样的同命运？咱的必须定常常跟咱讲，革命的先行者，不是革命先烈哦，先烈的都没去了，所以先行者，然后这样才可以找出让台湾的瓦罗，这样好不好？哦，你已经讲说好，就应该有这样的使命哦。好，多谢。这个也是让我们看清楚对我们民政府的信心。那我们因为我们的爱，我们能够落实在我们整个的周遭里面，这样才可以看见我们本土台湾人的活路。问题来了，什么问题？哪一个最在那边阻碍，让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活路？下人底下，周董还是周家？好，周家，未歹。台湾人就是台湾人。未歹，那问题台湾人家己无清楚啊，亲像迄个台湾关系法，真侪台湾人说啊，家在有台湾关系法，
秘书长常常讲，台湾关系法只有保护中华民国的人，那我们都不清楚来的是什么。实际上 The People on Taiwan 里面的，但是在上海公报，美国跟中国的317公报也好，上海公报也好，他们都是说 The people of Taiwan。 那秘书长翻译给我们 The people on Taiwan 是整体的台湾人，那住在台湾的台湾人至少有两种，有两种不同。头一个是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这就是一种的台湾人，还有漠不关心的人。那第二个是本土台湾人，所以这个 本土台湾人是最凶，真正找出台湾的活路。那今天我们的 People on Taiwan 可能你们也听过，我们再多加解释，住在台湾的台湾人至少有两种，一种就是说中国人或是逃难来的，我们平常的说将来的难民营。你知道身份证后面吗？中华民国身份证后面，我们本来不知道呢，是最近秘书长告诉我们，你手中假如有这个中华民国身份证，你看一下背面，然后背面有数字号码，只要两个零是荣民的，你在不？不知道哈。前面两个零是荣民，我们现在的本土台湾人是零或是一二，这个整个的数字，所以他们去领药的时候，一看出来，哦，你是荣民，一看出来，哇，这个台湾人。所以有的人说，一个零或者是一二三四，反正看见两个零前面的就是荣民，他就分清楚了，我们都不知道呢。所以像这样的事情一样的，住在台湾人，美国讲的说，哇，你台湾人实在上真戆，多亡的人，逃难的人，就好像我刚刚比喻，我到这位先生成为我的老板，后来我这个逃难的人，逃离的人来决定老板土地，这样会合不？这样合理不？当然不合理啊！喂，多亡的人，然后跑到你的土地来决定你的所有权的土地，当然不合理啊！所以美国说，美国说，你们台湾人实在是真，他也不敢讲说 stupid 啊，他只是说哎，真憨。他说哎，好像憨直一样，但是实际上，你看逃难的人来决定台湾的将来性，公道安尼合理不？当然不合理啊！多亡的人，走路对，安尼走路安尼卡卡，实际上啊，台湾话啦哦，走路的人，亲像我拄啊，譬如我是走路的人，到我的老板遐来决定老板的土地，来决定你的土地，真的是不合理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非常清楚，以前我们没有听过，以前都不敢讲，那今天我们台湾民政府给我们这样的活路，让我们看清楚真正的事实跟真相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看 The People on Taiwan， 然后决定
整个台湾的前途。所以无论本土台湾人还是什么党啊，在那里哇，来用公道来决定我们的前途，这样好不好？好啊，哇，台湾人这样好不好？好啊，真感动，哇，感恩哦，有的流目屎哦。嘉彩，你今天来了，啊，切起来了，请过来丢哦，台湾人，啊，拍手。哇，希望能够人更多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看见中华民国来到这个地方招楼告家，然后他所有的整个都给我们换，有一个姓马的还要告诉我们高沙祖把你当做什么，当人看，不然的话当告啊。哇，这样很真害呢，不尊重我的高沙族。所以让我们看见再重新思考一下，就像我们很多的名称，你看先三地三包啊，番人番境，哇，这个番人，哇，我在大湖初中40几年前，哇，40多年前，好像很远的样子。我在客家地方读书，然后周围都是女同学，我也不会说台语闽南语河洛话，我也不会说，不会说客家话，我要说吸烟的，不要回流哦，苗栗的吸烟哦，台福的吸烟哦，那时候还不会听呢，还不会讲话，然后跟男女同学都会面红耳赤呢，不会讲话，不要恭维，不要读书，连中文都不会讲，嘟嘟嘟打嘟嘟嘟嘟嘟这样，真的呢，我40多年前。我做见证，你看被欺负，然后我坐在这边，我坐在家，然后女同学说用客家话，靠过去的位呢，过去一点，然后我坐过去，然后我右边的女同学靠过去的位呢，我说啊，结果他们讲来讲去亲对脑啊，客家话亲对脑是什么？最讨厌亲对脑。结果讲来讲去，我怎么讲？你们再继续讲，我杀你！哇哇，真的犯人要杀出出草！哇，哎，嘎仔，那个是只有话而已，只有因为我心中的恨了。我真的也没小刀，也没有大刀啊，也不会像不是新闻常常把自己的父母亲分尸吗？不安的啦。不过那时候是。那个情况真的读书不会读书，很多科不及格，因为讲中文也听不懂。我从我山上走半天到大湖，一个礼拜这样来回，我爸爸说因为一支钢笔被我弄不见了，不见了，然后我爸爸说你一支钢笔都顾不了，你读什么书啊？本来是要陪我去从山上一直到大湖走半天，差不多3个半小时加楼呢，初中啦，我去读初中，苗栗泰安乡大安溪那边，我对家己的故乡安尼行路，3点半钟到大湖太湖大湖那边。啊，现在草莓那时候没有，起码哈，但是要小心哦。我们的人在那边是不敢买，
但是这个不能破坏他们的名誉了哈，你自己算了哈，自己想了哈。那像这样的情况，你看还好，我虽然很多科不及格，但是还是给我慢慢的学习，学习够学习，一年过一年，两年、三年、四年、五年了后，然后就到神学院读书，到基督教的神学院读书。那时候才认识我的太太，我的太太是河洛人，西雷修家，嘛真水哦。对我来讲啦，对我来讲啦。不过这些都是有很多的挫折、波折。不过我们再回到，不要讲故事了哈。那我们看看这样的情况，然后因为在中华民国的教育之下，太多的不公平。虽然有加分、有加分，但是嘛实际上真困难。好，后来把这个名称呢说三地三包，然后从番人生番熟番三地三包，好啊，我三地三包，咦奇怪，嘛是原住民还是什么名拢会使？有人讲是先住民，先住民，有人先住民，先住民不是贵姓了，哈，先住民不是已经过世，巧了，不行啊，怎么可以说先住民？所以说原住民哦，安尼到底原来到底家的，但是秘书长说，你说原住民，平埔族嘛是北部族嘛是原住民，五十年还是一百年了后，拢是原住民。那原来的高沙族阿伯呢？难怪有很多我们的孩子、年轻人一代，拢袂晓讲家己的爸母的话语，亲像咱台湾人，现在少年人嘛袂晓讲家己的河洛话，讲客家嘛唔得，用家啥？那这些还好，因为台湾民政府起来了，我们才有重新再建构。这样建构是真的是大使命，是在创造咱台湾的历史。那这个台湾的历史是非常宝贵，无论是高沙族也好，或是任何的族群也好，只要我们进入台湾民政府。所以这些有的人说啊，我们可以台湾原住民，你看看纽西兰哦，纽西兰啦，对，多谢，赞，啊哈，纽西兰，哦，这个纽西兰呢，那毛利族在那边，他们不会说 indigenous 或 aboriginal， 或者是 aboriginal people of 毛利 tribe， 不会，就干脆说毛利族啊，毛利族，他们不会加原住民，因为原住民是中国人，台湾的。几个认为中国人在那边自己翻译，我们也为了原住民争取这个名称，也在争取。但是到最后呢，秘书长给我们典型，给我们救策，因为后摆原住民嘛是同款，拢伫大伫台湾，所以高沙族才是不会遗失你们整个的总名称。就像毛利族、毛利 tribe 哦，毛利族，他永远都是毛利。你们知道毛利族吗？耶！哇，那个舌头一出来，那个黑熊部队啊，不是黑熊部队，黑衣啊、哦，哇，那个橄榄球厉害，世界有名的。以后我们高沙族，台湾民政府把体育弄好，打棒球弄好，不是这一次。中华队输还是赢？当然输啊，因为不是台湾人啊。秘书长呢，对我们讲说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秘书长讲课的时候，这一次世界经典赛棒球经典赛哪一个赢？哇，我们台湾队哦，
差一分呢，跟日本差一分呢，跟韩国差一分呢。秘书长说不对，我们赢了。这样啊，公家原来赢就是日本了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于日本大日本的后裔嘛。所以我也想说中华队，我看到这个中华台北，真的我真的不敢想象的。这个中华台北很清楚，你们知道中华台北的意义吗？秘书长已经跟您讲了，长虹，那这些都是流亡的，那中华队当然就很难赢啊。为什么？像于洪开30多年前去先红叶打棒球赢了日本队，结果到最后因为没有继续栽培，没继续收到栽培，所以原住民那时候，那时候的原住民于洪开，哦，整天的喝喝，那原创光嘛是赶快呢，本来都对不起哈，我们不是看那个足球呢，但是我们看真正的事件，然后没有被继续栽培，没继续收到栽培，然后没有帮助他们的鳌拜生活，当然原住民高沙族整天喝酒啊，身体就坏掉了，肝硬化。那今天我因为我迟到了，所以今天我去处理我那个教友，那是肝硬化。你看淋淋肝哦，淋了，很可怜的。那像这样真正把高沙族的体育或是美术艺术歌声歌舞，台湾民政府我们高沙族自治政府要好好去帮助，然后继续栽培，给好的薪水，一定要好的薪水，一定要继续栽培他们整个家人，这样才会继续，以后不会只有 NBA 呢，会变成 TBA 呢，这样好不好？哇，所以这个整个都会改变，所以我们能够进入民政府，这个都是我们的恩典。好，然后这些无论是住在刚刚 讨论到中华民国把原住民分平地跟山地，把它分裂出去，那假若原住民继续这样活在这种的生活圈里面，非常可怜。所以因为自己的肯定性，自己没有那种的认同性，所以对自己的文化消失，逐渐的消失。不是只有高沙族呢，我们台湾人也是很害呢，很可怜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你我今天就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哇，站起来了，哦，对，那站起来要怎么说？好，站起来，好，我们大家站起来，捏起来了，好，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实际上因为这些都是整个给我们最荒唐的称呼，不过还好我们有这样的，在整个的高沙族里面呢，我们也在继续推动如何帮助将来高沙族的生活里面。那所以也是高沙族那那点地还是住在北堆的少年人，也是请您来互相照顾。有的人是在那里迷路呢，那高沙族在那里迷路呢，所以我们本土台湾人这样互相照顾，亲像北堆的登山队，对不对？登山爬到爬山也是在那里迷路，那迷路谁帮助？是不是那个牛牛牛牛牛牛牛？那个是什么？
啊，救难队，结果真的救难队是真的那些掉在悬崖峭壁的平地登山队的人，那救难队真的去救吗？70-80%拢是高山族。我六年前伫司马库斯，新竹县司马库斯，你听到有听过无？那是共同经营，共同经来共同生活。有一次，这个掉平地人呢，失恋，有一个少年人。实际上不是少年人，是大约50几岁的大伯囡仔，背对人，然后就上去，他气得要命，因为他的太太跟人走，然后是上去，结果他在那边喝酒完毕下来的时候，他也不小心，他一看说，哎，中巴过来了，那大转弯嘛，司马库斯，这样下去的时候，他好意说让中巴。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嘛，他这样说，哎，还可以过，就他用八股，又蹦下去了，那下去了，哇，大家去吓一跳，就救难队了也救不出来，没有办法救，还是我们司马库斯的高沙族去救，那个身体已经有的是断掉了，那但是高沙族的同胞呢，一直背着。不只是这个，很多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北路的人，还是北路的台湾人，互相照顾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看看这样的情况，我们才知道说台湾人的尊严，咱家己生命的尊严。那唯一的是，我们看看中华民国里面的，实际上中华民国不是台湾，那只不过是因为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那跟台湾不一样。那中华民国刚刚讲了，中华民国宪法领土不包含台湾澎湖。在1945年10月25日，中华民国的光复节。中华民国也没有进入到我们台湾跟我们作战啊，是怎样要请罪光复节，所以都不对，实际上是被美国委托占领的第一天，所以占领的头一日是10月25日，所以台湾人不是中国人，所以两岸的中国人呢，实际上不是本土台湾人。所以我说啊，我们两岸中国人 ECO 法，哦，在前年他们签这个6月29号的 ECO 法，他们本来这个两岸的中国人已经和谐了，然后尽量掏台湾的金钱掏空，这个是很凄惨的。我们看看，在开罗宣言都在中华民国都一直在。注定这个开罗宣言是国际条约，开罗宣言不是呢，开罗宣言是 memo 呢，是备忘录呢，备忘录还可以当作条约看呢、啊，真的把我们台湾人弄个，这个实际上这个就是中华民国的做法，知道在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还有最近的美国国务院。或是布希总统都讲得很清楚，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中华民国不是和国际上承认的政府，这个是法院已经判决的。那整个都一样的关税领域区，这个关税领域区在战争法的解释是被占领才可以说关税领域区，因为它不是国家，要跟别的国家、别的
政府直接贸易的时候，必须经过美国首肯，而且要经过关税领域区，这是战争法。因为我们台湾仍然被还是美国的主要占领权的国家，所以无论在美国国务院，去年希拉瑞也是赶快呢，台湾这个整个的中华民国在8月20号去年，把中华民国的名字下架，改为台湾，因为不承认中华民国。哎，不是他不承认的，是我们秘书长，台湾民政府控告呢，啊，转世界那有控告控告美国啊？有没有全世界有直接控告美国的？有不？无啊！你控告一个国家，你控告一个人还好啊，几个人嘛不要紧啊，几个人，除非你真的有见骨，特别控告这个美世界的这个警察国家，你没有那种实际的真正的例子证据，一定会被打回票。国务院不是两次的打回票吗？向法院说，哎，控告，说哎，不能当做诉讼的内容，这个当做政治案件。最后法院说不是，继续诉讼。啊，最后我们这个美国国务院，他最后也是放弃抗辩权，放弃抗辩权表示。我们林志森秘书长228个人控告的属实，所以最后昨天秘书长不是有讲吗？法院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高等法院判决五项判决，头一个，哦，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，第二，哦，没有被国际承认的政府，自己承认啊，感情啊，无法源啊，没有法源啊，只有感觉的说，哦，这里是我的土地。假如说这里我的土地，我们高沙族更有权利讲了呢，对不对？台湾不是满清政府不是给这个一个禅，那个好了，我安那讲牛啊。当作，但是啊，一看里面还是那么多的高沙族，哇，可嘛大了是呢，哇，那么厉害这个高沙族啊不，所以像这样的状况还是不清楚，还好给我们更清楚说，整个秘书长所讲的控告以后，才知道说法源的重要性。第三，政治炼狱是什么？你们真的有生活在政治炼狱吗？嘎嘎，有监狱吗？活在监狱吗？太多，无论是监狱或是我们平常我们高沙族很干脆是在活在地狱里面，不是只有炼狱啊。高沙族真的活在地狱里面，好可怜啊。好，然后第四，美国是主要我们台湾的主要的占领权的国家。第五，按着诉讼的内容去协助原告者，所以今天美国都在一直继续帮助我们。乐山基地、反飞弹雷达基地，在我们新竹县五峰乡蛮大的一个反飞弹 雷达站，然后台中的空军，整个已经一步一步的带动帮助我们。所以那时候李登辉，我们看看李登辉在要动审的时候，美国不赞同要废掉要冻结，不然的话就会变成台湾民政府。所以当时我们看看再复习一下，实际上是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结果中华民国把它改为
台湾省政府，然后第二个在被占领的话一定要成立一个台湾军事政府，结果中华民国把它改为警备总司令部，这个警COPA， 这个是专门抓人的人二啊。然后以为说啊，咱的总统，哇，台湾的总统，台湾的总统，他中华民国就职要就职总统之前呢，必须要得到美国的贺电。为什么？美国占领台湾呢、啊？所以，假若你们知道吗？秘书长也讲过，连战为什么一直攻占这个红卫兵呢？那侵占不承认这个阿扁对他动算总统，因为那个都是有内幕的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你们自己去看，也可能听过了哈。所以台湾人不是真正中华民国无关系。好，我们看看，我现在要讲的是，不只是我们自己要觉醒，不只是高沙族觉醒，或是我们整个台湾人的觉醒。今天我们一定要更清楚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所以我们整个我们的本土台湾人，就是我们自己要建立自己的信心，建立自己的建构，然后建构我们整个的台湾的方向的时候，无论是本土台湾人，无论是整个高沙族也好，这个都是今天我们大家的使命。那今天三天，昨天一直到明天三天，实际上没够呀，因为时间很快，然后自己尽量回到家的时候，自己的朋友互相来互动，用 Facebook 也可以，用电话底下彼此勉励，有空的时候再过来，再一起上课，这样的时候，那增加的认识更深。那请多谢，让我们这一堂课更再次的认识，这个是第一步而已。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，看见台湾的活路是第一步，是因为你已经看见了。好，多谢各位。欢迎新发来，大家起立。好了。好，今天